多兰顿吧。虽然我们这个前期的作战能力比较强啊，但是这个凯南的天赋呢，哎，很令人难受。多兰顿啊。哎，每一个召唤师技能它是不是只能换一回？这波我跟你们说啊，他在这里我们直接从上面这个位置卡视野过去耗他一头。耗他的时间要等出兵以后等。等。再等。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친구는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差不多没在没在换草丛先进第一个再进第二个没有我们就站这里他走了直接出来找到他跑就一直跑啊别让他多点几下不合适我想知道凯南的哎呀这波有点小伤凯南的 E 技能是几秒的 CD 谁能跟我说一下子直接 EQ没用他兵线卡不住哎，这狐狸没点闪现啥的吗？差点虚区啊！这波有点伤，不伤。他兵线是往出推的，他往出推，我们去支援是不伤的。他不是兵线，我是往他那边推，往他那边推那就有点伤了。你那兵都吃不着，往我们这边推没事，可以支援他一手。正常你回家兵线往出推，是不是你也不是很亏？哎，就是这么个道理，明白了吗？这波肯定要 Q 我直接放 W 两个 Q 补个刀我车补不着了不要了卡他一小波兵线让他耗吧这没办法这种远程英雄这波只能让他耗了没办法把这波炮车吃了吃完回家别让他耗太多死了就行哎这真的短咋这么短呢太难了太难了
把他上单呢，把把上样，真是难。不过我已经习惯了，没关系。回二塔好了呀，回二塔也亏，反正这波你怎么着都是亏。主要是因为那个刀锋吧，来的时候呢，那狐狸呢有点慢，稍微打信号稍微打的有点慢。你要干嘛？你要秒我呀，兄弟！我操！哎呀，这也行啊。嗯，可以，可以接受，来个这个吧。不是，我没寻思他能伤害那么高，你知道吧？没关系，下一波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劣势翻盘啊！睁大双眼。下一波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劣势翻盘。OK， 先回家。开 W 打塔，我刚才在想，到底我要不要杀这个凯南，你知道吧？我在想他到底是怎么到线上，什么时候先到，我到底要不要用这 W 打塔，要不要留蓝，我这个想法。不要着急，怎么样？这波两层塔皮指定是有。不要急。这波他死定了，注意看我的细节怎么杀他。希望艾克不要来，那艾克在那打峡谷呢。哎，又难杀了，这人旁边有打野。这人旁边有打野，挺猥琐呀。嗯，你挺猥琐呀，你挺猥琐。靠，怎么还有虚弱这种东西呀、啊？
基本上我们想杀他是不可能了，所以我们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补刀吧。啊，没法杀了，这小子技能太多了。尽力了。제압되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싸우면서얻는거지요적을처치했습니다제압되었습니다不愧是职业，他是职业呀，他职业选手啊，玩的确实不错。该猥琐的时候猥琐，该打的时候打。再见。打不了，他旁边有人。这里又要约我塔，让队友拿小龙吧，这塔我不要了。你要不了，中单没有了，你没法拿，这全是人，你出去吃线就死了。你看这眼儿没，肯定不可能是凯南往这插的，知道吧，肯定是艾克往这插的，这波应该没问题了吧，还来呀，没完没了。给了，早晚都得没这塔，拉倒，给了。포탑방패가곧소멸됩니다파괴되었습니다길만알려줘这为什么不露屁股呢，我就没明白了，为什么穿我二打一刀，支援一波，凯南往下走了，这波不发育了，绝对是来人了啊，赶紧赶紧往下走，这波队友要打，我们得继续过来，没办法。这必须得支援，你不支援这一波直接瞬间爆炸，我只能浪费我的发育时间，没办法，但是结果还不错。这就是上单，
这就是上单，万流泪了。刚才那一波团战，如果我没来，我们家可能游戏就没了，你们知道吧？可能整场比赛就直接是他们赢了，就变成他们家赢了，这就是一波。一波导致的整场游戏的走向。学到了，请把学到了发在公屏上，给你们吧。我把这个上路直播屏。他杀一个 ADC 这倒没事儿，这个给他杀了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再见，没事，问题不大。闪现其实不应该交的，不交这个闪好。小龙的话。你为什么把他背过去呀、啊、兄弟，赶紧过来吧。这边我赶到的肯定是有点慢。能打，艾克上应该是不敢上，没事。红小兵没，真难杀呀、哎。什么时候能给个人头啊？下去收波兵，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凯南啊，他比我等级高多少级？高了两级，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队友一直在干架，我们要不来，凯南就无敌，没有时间给你补发育，不让补。为什么机器人的人头都是他的呢？西吧西吧哈西吧。干什么呀？
착을처치했습니다回家正好收一波兵，也就50刀吧，跟这凯南差了50来刀。把鞋出了，哎，终于算这装备能有点起色了，算是，终于能算是像个人了。刚才都不像人呢，刚才这装备。有点人样了，往这边追来，凯南死，刀锋死，全得死，全得死，他不能上了，这没有人了，他3换1，凑合地儿吧，这边要打大龙拿不了。居然不是对面全死，哟，哪里有眼吗？这是蟹没了吧？哎，蟹还有。上路推一波，然后去小龙。这波凯南没有传送，他敢上来推线，我们家这个团就开起来。这波比较适合一个秒表，这个秒表可能会是大龙走向的关键啊！上路的线他们收不了，给他们压力。来，可以打。我们注重杀女警，其实我们带大凯南也行啊，这凯南其实是可以大的。好，艾克过来送一波。喜欢你呀，哎，追死他，nice，来小龙。这波立功，好吧，这波立功。直接我们等级补回来。下波还有秒表，哎。直接复活甲吗？那不行啊，没用啊，复活甲。春哥往往都是第三件装备出，这还没到时候呢。等，我操！哎，这么痛的吗，兄弟？一下你就没了，杀人于无形啊！
这叫夹，大龙没了，大龙没了，比较难办呐。这女警的夹子可太讨厌了。哎，狐狸可以，狐狸。 哎呀，死了！这波还行吧？不太还行。这夹子确实没办法，它不是火龙地形，它是火龙地形，我们往右走这倒行。刚才不堵那儿了，给我们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没事，大龙丢了就丢了吧，我差这一条龙。他们应该也推不了。 这件装备呀、啊，上来帮我把凯南抓了。 这里有没有眼儿不知道。哎呀，我的天！ 翻墙，还行吧，没事，卡莎应该死不了，他们家这波中路就两个人。穿女警，没有大，没有大，一换一凑合地儿吧，只能说凑合。 这件装备差400，两波兵吧。艾克在旁边呢，就算了。女警慢慢装备要拖起来了，本来这女警没起来。 我操了！
这他妈一天丢多少个车啊？这是。玩不玩啊？不行，这得走了，这打不过。下件装备出春哥吧，我感觉我憋血手已经憋不出来了，他们可能要打大龙。Nice， 左边有人，小心点，不敢走。哎呀，你为什么会跑到这里来呀？我是知道左边有人，但我不知道他们能敢过来，你知道吧？他们居然敢过来！先拿龙，可以。拿刀锋 ，nice， 这边 ，nice， 兄弟们。虽然我没有 buff， 但是这波还可以接他。海南来了，海南来了，我马上到。好吧，我马上到。拉倒，溜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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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溜，这布袋好打了。他们应该会推一个塔，然后回家来争小龙，我们等下波小龙。现在我们跟凯南这作战能力确实差了太多了，没办法，但是他这把太舒服了，他想干嘛就干嘛，这人他想干嘛他就干嘛，他想支援他就支援，他想补刀他就补刀，管不住。我两件套，人家四件套了。不过他的这个装备都比较便宜啊。哎，女警。杀女警。Nice。再点一下。来一下 ，nice， nice， 金钱豹，投降了 ，nice。这把虽然咱没有且的来啊，但是最起码咱不拖后腿，这就行了，你知道吧？